哎，台长，你讲，如果梦见台长年份比较深，打电话打进电话年份比较显示吗？比较少啊？我都很好，打进电话梦见台长都是好事情。好像今年没有什么梦见台长啊，年份比较少了啊。少了吗？你因为打电话打得多了，所以你梦见台长就少了。